看大招，底层的温度，精英的视角。我们今天这集聊一下上山下乡，就是还有包括农村电商，包括在线直播，带货啊，这些东西。这个我们先从上山下乡聊起。这个词一听起来就是风雨如晦的那个中国。我在百度词条上面还看到，我以为找不到，哎，有这个词条。说的是1956年10月2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这个一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啊，56年到67年10年的发展纲要，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，上山下乡知识分子。那这个毛主席发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那个后面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，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，就中国长时间就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，因为很多到初中高中那就变知青去了，甚至有很多反思类的电影，比如我们知道有个明星叫李小璐啊，很有名气，我们都知道，现在主要是以他很烂为一个标题来看他，但是他以前有个电影，很多朋友知道叫《天谕》，是吧？他第一次出镜是一个小姑娘，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她被当知青搞到这个乡下去之后，回不了城，那怎么办呢？想要回城呢，因为乡下太苦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陪村里的这些头睡，村里的有一点点权力的什么村长啊，这些全部睡一遍，谁跟他说你可以回乡，我就跟谁睡啊。于是他睡了一堆之后，发现回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最后自杀了啊。这个他要在藏族的，因为他是去藏区做知青嘛，啊，在藏族的这个文化底下，是在露天的时候洗个澡可以涤荡自己的灵魂，那于是他就洗了个澡，然后举枪自杀。那这是一个悲剧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电影在国内是一个禁片啊，很多朋友可能看过，我看过两三遍，李小璐还是很纯真的这个表演。那段时间我们刚才说到，造成中国后来人才储备就大量的断层，其实也造成了后面66年到67年这里出很多问题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分子反思，因为这个上山下乡他搞得有点早，55年。我不查不知道，我以为是文革之后的事情，实际上在195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口号，就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。55年到66年还有10年的时间，假如这一批孩子读了初中读了高中啊，这个比例有10年积累下来，那等到他们30、40岁的时候，我相信文革不会闹得那么厉害啊，中国不会出现的震荡可能也会有，但是不会那么惨烈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所以现在国内不敢提这个词上山下乡，因为这个词以前已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最近，特别是疫情爆发以来，特别是其实在2018年2019年就已经出现这样的趋势。为什么？国内经济在不停的下滑，已经跌到了6%，就疫情爆发之前已经是6%，现在是负的啊，零啊负的都有各有说法啊，国内说可能会转正，这个我们不管，但是急剧的下滑，这个是现实情况。那这个现实情况会造成什么呢？就是现在一二线城市人口啊，那可能至少短期是要外流的。那当然除了疫情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方面因素，比如我们80后都知道，在我们早一点81年82年的孩子，他读完大学出来，有一些还能分配包分配，75后到80年这个肯定是包分配的，因为它大概是2000年之前的这个，但教改之后98年扩招之后，就这个事情就几乎就没有了。这个包不包分配，考不考公务员，公务员越来越难考，工作越来越难找，它是有一个连贯的。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，人才首先考虑去体制内，因为待遇稳定啊，有权利啊，可以搞搞腐败啊，或者说搞搞灰色收入啊，这些东西是吧？那不用那么辛苦啊，这些。但是我们发现体制内，就算你再怎么塞，你不可能是吧？这个大家都当官嘛，那你总要有人是吧？干活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往体制外去。体制外去，中国后来诞生了大量的这个私营企业。应该说私营企业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，但现在很多问题是什么？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私营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破产，对吧？那也就是说体制内吸收完一波，哦，没了，体制内的好坑都被占完了，实在是已经很臃肿了，你再往里面塞，一年塞700万大学生进去都当官吗？这不可能。你往私营企业塞，阿里腾讯他们头都已经占好了，效率特别高，一个人996007，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，啊，好坑也没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都占完了怎么办呢？现在乡村是空的，是空心的。我现在举例子不太合适，因为我也在乡村，因为最近疫情的原因，很多人回来他没走。
那我举一个例子，在2018年底的时候，我在江西望江县，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下滑没有那么厉害。2018年底，江西省的望江县，我在那个长江边上拍，那一条这个村庄是一条平行的，我一条马路走过去，只有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大概是30多岁，37、8岁的样子，他们在家里弹棉花。两夫妻是在弹棉花，整个村里面我问了一下，聊了天，一个这样，就现实就那么一个，就一对小夫妻，然后大量的这个什么，这个长江边上嘛，有一些滩涂啊什么都是荒芜的。那以前当然这个有一个生态的好处是吧？这叫退耕还林啊。我包括我这边也是，以前很多这边都是被开垦出来种茶叶啊，种这个。种玉米啊什么，后来有什么退耕还林的政策也基本上恢复了。那现在的话问题就是在于说什么呢，农村其实是极度空心化的，就我说一个村里面只有一对年轻的夫妻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他统计的这个城市化啊，说现在城市化率是60%、50%、60%，当然我们从平均的角度来讲，我们说这个可能是数据上的正确，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年轻人的城市化率，我觉得几乎在90%甚至更高，就真正待在村里甚至待在一些破败的小镇上的人我们都算进来，一共可能只有10%不到的年轻人待在这里。那这里造成一个什么问题，一个是当然是农村大量的这个田地荒芜，滩涂利用不够，这个一方面可以说是保护了生态，但是有些地方是真没利用好，比如说有一些矿井挖完之后没有人恢复，是吧？这是这些问题。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往外销啊，因为它农产品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它的产量得足够大，你才有价值，因为它东西它不跟大城市一台手机卖个几千万块，是吧？它这搞了整个村子的东西，就像前两集出现的那个枇杷，是吧？你把村里全部收集起来，一共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，你说你让这个商贩过来收，是吧？那这个都不现实。这样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实际上真正优质的啊高质量的一些农产品它没有办法对外销售，然后出现大量一次充好的这种商品，因为你不够吃嘛，你滩涂又没有利用起来，荒山没有利用起来，然后一次充好的就是算是大规模播种，但是这个大规模播种是什么代价？打药水下化肥，是吧？这个每天喷啊喷啊，不停的喷药打激素，那这种东西质量肯定不会高嘛，感觉上又大又甜，是吧？实际上吃起来的话营养成分不高，甚至的话这个农药残余过重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一个村里总结一下什么意思呢，一个村里你起码的话比如说本来这个村里有100个人口了，是吧？走了50个去大城市，剩下的走了离开人世了，还有20-30个是什么？老弱病残啊！不知道大家如果真的在农村待就知道，老弱病残啊，不是这里啊，这个打工的时候腿当年没搞好，要么就手指少了2根，可能还更严重，可能整个手臂就不见了啊，就外面待不下去了，然后就回来，或者是年纪很大了。那他们对外界的资讯，比如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有多少？其实比美国低得多。美国3.4亿的人口。89%的互联网普及率，也就是说全美国不上网了只有3000万人。那中国呢，现在最新的数据是9亿人在上网，那互联网用户还有5亿人他不会用互联网。那这5亿人在哪里啊？不可能在北京吧，是吧？不可能在上海吧，是吧？基本上北京上海找不到，那就算很郊区也找不到，都在广大的农村。这5亿人就是待在村里，这5亿人待在村里他不会用互联网，导致一个什么结果？这个村里的产出，就我刚刚说的，你这我刚刚不是说拍的那个优质枇杷，可以让我同事给补两个镜头。这很好的枇杷很大呀，它是没有那种打化肥的那种专门栽种的那种漂亮，但是的话它品质很高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的话怎么办呢？几百斤你刚刚好，这个点到点的电商出去是刚刚好的。所以说农村下上山下乡，从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下滑呀，这个体制内的，比如说，你受过教育的，你实在是找不到工作，国家私营企业全部没有了，对吧？这是大的形势。小的形势是什么呢？小形势是我还有一个大的形势，刚刚就是我们现在对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对吧？那国内的话，人均 GDP 到10,000美元，那是吧？用的手机都是全球质量都是比较好的，工业产品质量都不错，那农业产品的质量差得多呀，那你就必须的什么把这个。缺乏管理的这5亿人口，他是不会用互联网的。各位，5亿的人口不会用互联网，你难以想象吧，是吧？就手机上网刷抖音，他都不太会。
我这旁边邻居就好多，是吧？那你得有一个人带头，把自己的能量收集起来，把自己的资源收集起来。它不多，就一点点，但是没关系，你来一两个大学生啊，来一两个知道这是怎么运作的、搞直播的，是吧？把它什么点对点的发出去啊，通过什么带货平台啊，什么东西啊，这就是说这个，我们就说带货平台。带货平台的话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发展现在是非常之快的，应该说，去年、今年，是最如火如荼的时候。但真正布局早了，像李佳琦呀、像这个薇娅呀，他们一群人，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在做。但是之前是因为淘宝它本身是电商性质，但现在已经普及到像什么快手啊、抖音啊，国内普遍的这个直播平台都在做。虎牙这些我就不知道，还有小平台我不知道有没有做，包括 B 站的。但是大几个最大的平台，快手、抖音肯定是在做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互联网呢，现在4G 国内也普及，就是这些基本上都适合，大学生也有了。所以说，其实呢，但现在的话，我就觉得国内现在做事情，他怕了，他不敢喊大上上下乡，是吗？说起来还是有意义的，说起来有意义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算是，但这个风口已经走到了尾巴，我会发现做的人太多了啊。但是这个未来呢，是一个趋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大城更大的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发展机会跟方向，比如说沿海城市，我前面说了，你像昆山、像东莞，未来的话不会比90年代更好、更繁华，街道上都是人，那个我们可以住得很挤，一个屋子里面住十几个人，然后打工啊，大家都出来什么晚上就 K 歌，然后白天富士康上班的，晚上做小姐什么都可以，对吧？那这些。这个时代，对于这些城市来说过去了，现在大量人口是回来，那这里的话，回来之后，可能很多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外贸的原因，是吧？那国际形势巨变啊，这个国内的话，这个缺乏打理的，其实这5亿人口啊，我们的这话说的是，你可以相当于不考虑它，就从劳动力的角度上来讲啊，我说劳动力不是说它不能干活，它还是可以种菜啊什么的，我说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角度，互联网劳动力。互联网劳动力，中国只有9亿，因为只有9亿人会上网嘛，对吧？你起码要会上网，你才有劳动能力嘛。我们假设达到最大值顶峰，那是吧？那这些人他应该大量的要进入这个去乡村去收集这些能量资源啊，供给更大的城市，这样也可以去弥补一部分这个外贸这些的丢失，国际分工，中国未来潜在可能的丢失。那这里的话啊，说了这两点，我们最后我再延伸一点，就现在疫情很严重，包括很多这个刚才说的外贸也严重。那说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会不会很惨啊？掉阶级什么的？这里我就说了前面的观点，跟大家再分享一遍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人跟人他是比较出来的，财富他也是比较出来的，是吧？那所以说，只要你跟别人对比，你不差，那你最后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就像以前我们人最早的买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，最早的买手表、电风扇，是吧？那这个是一轮。那现在的话，最早的买什么？买房子、买车啊，那这个就是说明什么？你比别人混得好一些，是吧？那在未来的话，可能说，国内环境不好了，那绝大多数人还是留在国内嘛。你只要说比别人说掉的草好一点，你不会说把房子全部都卖光，或者是吧，家里的车都要卖光啊，不会到这种程度。哎，你能保住多保住一些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算进步嘛。或者说你有一个工作可以干啊，有一个事情，有一个前景可以发展，有一个小事业可以做，我觉得就是进步。所以说，对经济下滑的话，我们要看怎么看。我们可以去悲观，不停的悲观，非常的悲观。但是这里有一点，还是有行业在转型啊，有很多刚刚我说的外贸不行了吗？是不是？大学生过多了嘛？你大学生不够，国企不够的话，事业单位不够，国企不够的话，私企，那么你最后的话，你就下来嘛，是吧？那这个话是就是这个样子。但你走的话，你最后得有一个事业可以做，那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嘛，是吧？环境它就是会好转，不会好转，你仍然这是对比。但这说起来就很残酷啊，这个生活是对比出来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这集大概说的，我们再可以总结一下。我们刚开始说了上上下乡这个问题啊，这个就是国内我们拓展一点，做事现在就是有些时候畏首畏尾啊，不敢再说。确实这个词也被用烂了，应该发明一个新的词汇来说，来弄这一些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了这个，分析了为什么上上下乡，有一些基本的数据可以跟大家再强调一下，就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使用率啊，仍然只有14%。那这个跟美国的10%比起来，差距特别大。中国只有70%，对吧？
70%左右啊，那美国是89%啊，还有大概20%跟美国还有这个差距。而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是，美国是有很多大农场主是吧？他可能孩子也就做农场主了，所以他也是肯定是当然是会用互联网。但中国不是农场主方式，是什么？整个村、整个镇，年轻人轰的一下全部出去。这个村里面一个村里面，像我外婆那个村里面，我外婆说她村里100多个人，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，一两个小孩，其他七八个、九个全部是老人家，七八十岁的老人家。你说这怎么办？他们不会使用互联网，我外婆只会打电话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就只能是什么？靠收集，靠这个把这个互联网的使用者、重度使用者，让他们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创业者啊，这个是有这个可能的。而这种机会呢，实际上可能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我觉得带货可能直播带货没有展开啊，直播带货可能只是一个刚刚开始，未来还会什么？直播带货它会变成一个个人的品牌，对吧？我们像网易，它不是可以养猪吗？你个人你要网红，我看到现在很多的那种百万粉丝的网红，他为什么很多东西搞不起来？因为你这个供货链他不知道，我一个人回到村里来，你说我怎么打得通？你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打通这个村庄里的这个供货链吗？不用，不行的。你要一年、两年、三年的时间，你慢慢的建立是吧？这个村里的，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枇杷啊，什么香菇、什么鱼类啊，什么什么东西，我都是吧？就以这个村为，然后你再输出出去，那以一个人的这个品牌的形式打包输出出去，那我觉得这个的话也是提高国内生活品质的一个办法，也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办法，因为以前农产品的这种水平，现在需要大幅的提升，对吧？这两天又看到有毒奶粉，是吧？还有就是中国工业能力，发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，对世界来说啊，特别是中低端来说，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。